神清三季有花嘅园林设计，呢度有跑道，有儿童乐园，仲有学校啊！十分钟去到山姆，一进门口就有高速啦。呢一度咧就系我哋建筑嘅外立面啊，最主要呢度系精装。九字头就可以有啦，最主要仲要系现楼现楼现楼啊！有三个户型可以选择，刚需或者改善都啱噶，快啲跟 Amy 上去睇睇啦！呢个九字头就可以买到坦庄嘅精装现楼，你知唔知喺边度有咧？唔知嘅话跟我过嚟睇下啦！呢一间屋咧系89平方，三房两厅两卫嘅设计，成间屋嘅赠送面积比较多啊！我哋今日睇嘅呢一间咧就系朝南向望翻我哋嘅内园景观嘅。最主要咧，呢一度係現樓，而且可以選擇精裝或者毛坯交付噶。呢度咧一出門口就有高速，可以去到珠三角各個地方，而且咧呢度去到港珠澳大橋，只需要30分鐘就可以到達噶啦。呢一度10分鐘可以去到珠海三母店啊！有興趣了解嘅，快啲約 Amy 過嚟現場睇睇啦。依家我哋睇下我哋嘅休息區先。呢一间系109平方，双阳台南北对流，而且仲系大横厅设计嘅，仲系大露台望翻园林景观啊！呢一间系100平方，南北对流双阳台噶，呢一度咧就系交付标准啦。无论你选择咩户型咧，都系咁样交付嘅。快啲跟我哋嘅摄影师睇下呢一间屋嘅户型啦。大湾区自放满，请问 Amy 帮手，记得点赞关注啦！